口交空姐飞欧洲，话同机师系情侣嚟噶。查咗几日，国泰终于有啲眉目啦。寻日改口风话，透过任照有理由相信任照女主角系国泰嘅空中服务员。消息话呢一位港女机舱事务长任照曝光之前，执勤飞咗去罗马，原定可以休息两日噶，但系寻日已经被国泰急召翻到香港，相信佢好大机会被炒。佢仲同啲同事声称同露鸟机师系情侣关系。今次任照风波令到一班国泰空姐好不满，更加有人话翻工着住制服搭巴士去机场都俾人夹夹工，劲尴尬。而国泰寻日就继续停止喺航班上派发《苹果日报》等等有登任照事件嘅报纸。国泰解释话系唔想引起班空姐不安同尴尬。